巴郎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了。这个不知道的人就会看他一直闪来闪去，其实他是一张算影片吗？所以他是有声音的哦，大家来听一下。哎，天哪！怎么回事？好，这样就这样了，过了过了过了。我以为的药师四丹，眯眼难道是个狠角色？知识型，懂泡茶，仙风道骨，成熟可靠。感觉什么都会，古风好酷，修仙算命是可以帮观众算命吗？等等等的，画得很帅啊、哦，但实际上的有怪声啊，嗯啊，这个，然后还有这只月月超可爱的，您跟我也没得做，舅舅，啊，这个阿卡真的很有才哎，当 Q 以为丹丹会是无名 life 的清流时，他要说出第一个字了，出事了，阿贝，然后就变这样，哎，这个画风蛮喜欢的，然后本作其实蛮喜欢比心这个姿势的，赞赞赞。顺便来看一下本作当时说了什么来着，说了什么？哇，比心哦，就这样，本作怎么那么无聊，词穷了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本作很喜欢哎，哎，他很有才哎，他有才的部分在这里面。这里，直接让它动起来，要开这个，冷静了，抱歉打扰了。然后这边是哦，超感谢，这是贵老师在那个2月22号那一天，大家有看到吗？2022-0222猫之日帮本作画的哦，超可爱，喜欢，超喜欢啦，赞赞赞赞赞。这边说招待重要的客人，当然要用最上等的茶叶。远道而来的有缘人啊，喝可乐吗？这个好，感觉是本作去降妖除魔嘛，就可以放 BGM 了，对不对？降妖除魔的部分，大家同心协力，让匈奴不对啊，降妖除魔好像这样会不会被骂？应该不算出事吧？哈，这个本作很喜欢，因为这感觉很哈利波特哎，觉得哈弗拉夫拉夫拉夫的。训炮的设定带来很多观众，真的假的？迷因单本作倒希望宁可是迷因不是训炮，因为假设如果本作一直把训炮挂在嘴边，就觉得这个人都没有要求进步是不是没有上进心？不太喜欢这样。训炮不介意，但就是希望哪天可以就是独当一面，那让大家看到更赞的本作，这样我最棒。是因为阿北真很真诚，所以会吸引到很多人，谢谢啦，谢谢。所以才要说，就算真的达成了2000订阅，其实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因为大家给本作很多鼓励了，然后大家一举一动都无形中就帮本作在做推广，甚至最简单的就是可能喜欢这个影片，然后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，这种都是很实质的帮助，真的很感谢大家。所以本作很努力的在记住跟大家的互动，就是那些回忆都是本作能够维持在这里的很大的动力。丹丹自己也很努力学习，很棒啦。假设他不有加这个商业夸夸部分，本作真的会差点哭出来欸。要哭了。丹的人设是穿宽裤还是穿裙子呢？穿尿布，好，下一题。喜欢什么动物？这一题冷血动物。想问丹丹，如果要跟第一次见面的男生出去，可以去哪里比较 OK？ 如果以本作的身份，本作男生的身份的话，要跟第一次见面的男生出去，就约酒吧吧。好啦，不要乱交，开玩笑的。对不起。什么约男生家？大家不要乱交人家如果是女孩子怎么办？好啦，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，都要保护一下自己。大家想想阿伟好不好？大家想想阿伟，如果要跟第一次见面的男生出去，不要喝酒啊，不要直接去人家家里，好不好？会出事，尤其人家又叫什么杰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，汤哦。嗨，安安丹丹，最近刚换工作，找了很久才找到非常心仪的职务，可以帮我算一下这个工作跟我八字合不合吗？嗯，好问题。啊，你八字怎么不给我？八字要先来啊。真拿你没办法，本座找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哦。这个因为它会被去掉齁，先把它可以改颜色吗？哈，
啊，你要怎么改颜色？糟糕！这个工作究竟跟这位道友合不合？这位修仙草，好，是一片空白啊！那个啊，我命由我不由天啊！哈，自己的工作自己找的，跪着也要把它做完，没有啦OK 啦，跟您说一下了哈，有看到吗？这个签丝已经抽出来了哦，来送您一句话：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八字合不合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非常心仪这个工作哈，你非常的心仪这份职务啊，你就认真做，你命由你不由我也不由天啊、哦、，OK 啦哈、哦、啊，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，OK 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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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、哦，对不起啦对不起啦。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时间停止。那一场雨。